生了没出道的英英，拥有精致长相以及大方的个性，深受粉丝们的喜爱。并且她登上综艺节目时公开了曾在健身房遭到诡异男子尾随偷拍的经历。英英透露，多年前自己曾在健身房遇见一名男子，夸自己做有氧运动时姿势很漂亮。当时她与对方聊了几句，后来因为赶时间就先行离开。没想到自己到了置物柜后，竟发现对方尾随其后，想要继续跟自己聊天。英告诉对方自己不希望被打扰，接着走进了淋浴间，正要脱衣服时，听见后方传来声音，转头一看才惊觉该名男子竟然偷偷掀开浴帘，拿着手机试图偷拍自己。英当时感到非常错愕，对方见事即败露，就连忙逃跑了。英从那以后就留下了阴影，就算健身房会员还剩下六个月，也不愿意再去了。Bye.